哎，文哥你好，小梁，今晚终于找过别人来了。你说今晚找过别人来了什么意思？哦，别人来的早了是吧？二广晚上好，你好，明显兄弟，欢迎日落长河，欢迎剑客，谢谢魏文哥的灯牌，我看到好多我们好多的粉丝。看我们的直播间，天天在看，天天的支持啊，非常的感谢你们。你进我的直播间比别人早一些，嗯，好的，小梁。猪肉妹，蝴蝶拜西胖哎，大美她好像是去万象了，她暂时不在圈矿。欢迎文仔仔，文仔仔你好。小梁没有才能，才能帮阿广点点赞，在直播间可以。好的，欢迎欢迎小梁帮忙点点赞，谢谢小梁兄弟帮我点点赞。竹林居士，我一直从一路从油管过来的，2年的粉丝，他非常欢迎竹林居士兄弟，欢迎大家相聚了陪伴了2年的朋友啊，这是难得的缘分。教授今晚好帅，兄弟不帅呀。谢谢永旺哥的灯牌。啊，我给他们做吧。晚上好，陈静，胖 AA，胖 AA，大家好，我是蝴蝶，谢谢903的小星星，家人们帮忙点点赞，谢谢家人们的点赞。不得老，老了就比了，谢谢小梁，嗯。嗯，不能那个比，比那个博弈。你俩你比，说很好，啊，他说，你瞎说他冷，然后胖蝴蝶说是他热，我说那就是先开一下空调，等一下就关了，关了以后再开。打个招呼。你好，大家好，我是蝴蝶。你好，大家好，我是巴西。嘿，你好，大家好，我是 Lisa。晚上好，大家好，我叫 A。我叫胖 A 可你跳个开场舞也可以，跳个开场舞。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开场，手机里啊，手手机，机，哎，我的手机，写了哟，写了，我们来跳个开场舞，
小梁，相对啊，广东女郎，我特别喜欢蝴蝶，只有默默的支持，没有才能帮助。OK， 小梁，这个已经是非常的好了，非常的谢谢你了。好的，谢谢拜西。
李子王子，同乐比同恨好，生活就是如此感叹。是的，李子王子，你说的很对。李子王子年纪轻轻还会这么多哲理啊！谢谢老哥的人气票，欢迎老哥，欢迎老哥，谢谢老哥的灯牌，老哥晚上好。谢谢雨过天晴的灯牌，家人们请给主播点个粉丝灯牌。家人们有免费的人气票帮忙送一送。冲仔哥你好，大家好，欢迎冲仔哥。小梁阿广，我六月份去朗博拉邦，可以见见你们。没关系的，可以的，只要我有时间都没关系啊，都可以的，兄弟。老哥兄弟们晚上好，教授广宇郎晚上好。OK。丽莎符合国人审美，是啊，她本来就有中国元素，她妈妈是中国人。丽莎的妈妈，他们一家人去了风沙湾，就是她妈出生的地方。丽莎没有风沙里啊，不是风沙湾，就是在中老边境啊，在中老边境那边刚刚回来，刚刚回来还带了两袋茶叶给我，还带了一袋萝卜皮啊，土特产萝卜皮，还带了一袋酸菜给我。他妈妈让丽莎带过来的，他说你我先吃一下，如果好吃下次再多给一点，本来也带了挺多了。冲仔哥你好。他给笑什么朋友，谢谢小梁的鲜花。谢谢飞机兄弟的人气票，家人们有免费的人气票帮忙送一送。838妮莎家人时刻想着我。嗯，对，他们就是和大人处事啊，和我们中国人是一样的。欢迎丽莎过来中国。嗯，谢谢家人们的点赞啊，家人们帮忙点点赞。巴西安排个茶艺吧，巴西。我的唱歌 OK， 我的唱歌好好听啊。欢迎龙慧哥。笑什么？啊，帮刚才拜谢。他拿了几颗糖给我吃，然后狐狸吃了一颗，他正在吃糖，我们安排他唱歌，马上把那个糖吐掉了。欢迎铜钱草，我来唱首中文歌吧。也可以。
谢谢狐狸。李子王子还差十五个币啊，还差十五二十八个币升级啊。李子王子升级好快哦，灯牌都是九级了。阿广小直播，美女大舞台，是对。八三八是胡总是吧？谢谢木工老朱的点赞，家人们帮忙点点赞。欢迎，谢谢永旺哥。等待在这雪山路漫长，听寒风呼啸依旧，一眼望不到边。家人们没点关注的，请给主播点个关注。先给主播点个粉丝灯牌。李子王子，我也可以借点币给你，你能捡到吗？李子王子，李子王子，你能不能捡到？能不能收到红包之类的？点红包能点到吗？欢迎剑客，小梁你在哪里？小梁。欢迎星云，哎，我们跳个那个苗舞好不好？苗族舞。呼唤华子哥的服装，华子哥的衣服非常漂亮啊，但是我们这个这么北的时候要隔几天穿一次，那个效果也好一点。谢谢八三八的红包。幺零三哥你好，欢迎。他也是腰好粗，如果电筒就可能就是。欢迎新进哥。
要过么多早给的线草都闲的木林路早被点到能起胸高老被路闲能起三口又到哥又去不过长岭哥又去不过长岭哥里呢谢谢永旺哥谢谢永旺哥的玫瑰花永旺哥的玫瑰花是送给谁的吧蝴蝶跟我学一个中文啊，他说我吃糖好吗？我说好啊。他说他再来一个，我说就是我们中文是说还要一个。悦声耳管用无线蓝牙耳机连接手机，不知道音乐肯定音乐可以同步啊，他们都可以听到音乐，听到歌曲啊。怎么了？糖是啊。哎，胖哥也知道啊。胖爷知道这个是糖啊，胖爷你还知道什么中文啊？你只知道这个糖。李子还有131躲避，挺富裕的，就不舍不得发。李子，你这么多还这么多躲避，李子，那你是挺富裕的啊。李子土豪，李子大姐大。欢迎才子，欢迎，谢谢月生，谢谢兄弟们的啤酒啊，谢谢文仔仔的啤酒。你们学了中文没有啊？学了中文没有啊？放的完了呢。我看你那。